渐行渐近。银西高铁陕西段开始全线铺轨。11月28日，银西高铁陕西段正式进入铺轨阶段。银西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八纵八横高铁网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预计2020年底开通。线路开通后，西安至银川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14个小时缩短至3小时以内。